这个新 download 的一个 camera， 所以试一下它。因为什么呢？一般开车哈、啊、都是要开了车，不要马上开，等它呢就是 warm up 一下。所以趁着这时候呢，就录影一下。难怪以前博士妹妹说，你的工作我没办法胜任。今天呢，在外面跑了一天，所以回来的时候开着车，啊，看着蓝天白云，想想一天的工作。法国思想家马塞尔曾指出，所谓人生，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历史，一生过去的经历，塑造了今天的我。我这个录音的麦呀、啊，好像有点问题，刚刚上网订了一个新的。科技的年代呢，你不出门都可以花钱，太方便花钱了。